片，情人节看什么电影，前面左转还是靠右停，可不可全都交给你做决定，晚餐搭配什么话题，还是那气味的效果，喜欢听我哼什么歌曲，你可以控制我的大小事情，两百我愿意不嫌弃，今天我从零直到八九颗星，有时候好想偷摸，就这样躺在你胸膛，我放弃了我的主见和观感，人生都交给你保管，我放空了我的痛苦，你享受到你的抱抱，这是我们的相爱之道，爱情原来就是一座幸福的煎熬，两百我愿意不惜吃下一根筋，也不从明知要多久可惜，只要不怕被遗忘，我只想要。